你欠了很多钱吗？不是钱，但是也能说是钱。欠了多少？很多吗？怎么说呢？嘉许哥，你先不用着急，你等我长大。 我挣了钱之后，我帮你一起还。 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 其实那些债。 不是哥哥欠的，所以你不用帮我还。我们桑稚，你以后赵了钱，要给自己买漂亮的裙子穿。你说什么？段嘉许谈女朋友了？真的假的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他终于开窍了。哎，那女生照片有吗？发给了我看看长什么样。 我们到时候一起庆祝一下给他，那就不说了啊！我吃夜宵了，拜拜。哥哥，啊，你吃面吗？我给你拿碗筷。嘉许哥有女朋友了？好像是吧？刚听前辈说的。 妈妈，嘉许哥打电话进来了。啊，你自己小心啊。喂，在哪儿？18出口。 桑稚，嘉许，找到了。有时候。 就像街灯在远处守候，回忆说要紧握最初的温柔，慢慢感受。不是答应过我要好好学习，不让人担心的吗？网恋对象，我之前说过什么，你忘了吗？ 你现在长大了，敢自己一个人跑这么远的地方来？他是谁？你的女朋友吗？你答应过要先告诉我的。为什么说话不算数？说话。哎，嘉许，别对小姑娘那么凶。
去，是命运的挥挥手，总有遗憾停留，用你分享快乐足够。韩小美来了。见到他了吗？他不喜欢我。他嫌我太小了。他走了吗？桑稚，他这么做是对的，你现在年纪太小了，这么做不合适，知道吗？可我会长大。那就等你长大之后再说。那我长大了，他就会喜欢别人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小桑稚长大之后会遇见更好的。这个姐姐应该就是一个更好的人。麻烦你们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。哥哥没觉得你麻烦。把眼泪擦擦，我们主要是太担心你了，怕你会出事儿，所以才会有点着急。但是现在你自己知道这么做不对就好。哎，去厕所洗把脸，那边有个厕所，你先去洗把脸。我等会儿弄完机票带你吃点东西。去吧，等会儿带你吃好吃的。哎，小朋友长大了。
好了。回去之后，好好听爸妈的话，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影响你的学习，知道吗？你不用告诉我了。什么？你如果谈恋爱，不用告诉我了。这也不是我抓给你的小熊吗？嗯，送给你，祝你天天开心。你也天天开心。嗯。那我走了。拜拜。快去吧。算了，不骂你了，回家。家教那边呢，老妈已经帮你请好假了。如果回去爸妈要骂你的话，我可帮不了你了。我带你去买郁金香酥鸭吗？哎呦，不就失个恋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我把你最后那几册漫画我给你买了，好不好？那这样，我去喊人去揍他去，行吗？你不行。哥哥抱抱，哥哥抱抱，方翅，他学会抽烟了。
我没有成员，不是我的。刚刚明明看见从你身上掉下来的，不学好，我没收了。不是，我都跟你说了是我朋友的，他们可能是放错了，你要是不给我。还喝酒吗？一点点。先不说别的，这么久没见也不叫人。叫徐哥。过来这边玩啊？是我过生日。军训什么时候结束了？上个月中旬就结束了。国庆七天假也不知道找我。上课去了。放假你上课？我说错了，兼职去了。兼职。是啊，我以前也要兼职，我除了兼职还要去帮你见老师，给你写作业，送你去上学。小白眼狼。哎，小朋友没点良心也挺好。嘉许哥，你那会儿已经大四了，我才大一，可能就是会比你忙一点。你还攻击起年龄来了。桑稚，你摸着良心想想，到底哥哥对你哪里不好？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还有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你如果还叫小朋友的话，会不会有点别扭？都长多大，还不是一个小朋友？还是个小孩儿，两年，嘉许哥确实也老了，沧桑了。桑稚，你掏出手机看看，我发了多少信息给你，一次都不回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要上课。上课要与世隔绝。当然要与世隔绝，如果不与世隔绝的话，我怎么考得上颐和大学？九点多了还不回家？要回了。收拾东西我送你。不用，我跟同学们一块回去就好。也行。桑稚，这么久没见都学会化妆了，确实跟以前很不一样了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已经不是小孩了。能长多大，还不是一个小朋友？老东西。骂我？也是，你今晚好像也就见了我这么一个老东西。不是在说你。那是在说谁？就随便说说。那你跟我说说，是什么人能让你这么骂？我也想听听。嘉许哥，其实也不用这么八卦的。等等，你不是说要跟你同学一起回去吗？走吧，老东西，送你回学校。
目了吗？不了。哥哥，你家住哪儿啊？文庭院，是图书馆那儿。那其实跟我学校是反方向，你要绕很大一圈的。我刚才其实可以直接去地铁站，然后。年轻人，我呢是想找你算一下账，顺便送你回家。其实在我们年轻人的词汇里，那个词已经挺文明了，我觉得应该不算是说脏话吧。今晚喝了多少酒啊？一瓶。以后在外面还是要注意点儿，跟不认识的人呢，最好就不要喝酒了。我刚刚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，哥哥知道，你们这个年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很正常，真没觉得你没良心。不过你刚刚叫我老东西，这怎么不算脏话？小姑娘还是要说话文明点儿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再说了。知道错就好。你以后有空的时候可以来找哥哥吃个饭。到了。嗯。回去冲点蜂蜜水喝，别明天早上起来头疼了。谢谢嘉雪哥。对了，哥哥一个人在这边，听你哥哥说你要过来读大学的事情，我很开心。好，回去吧。那我走了，嘉许哥再见。晚安。晚安。我想悄悄在边境的气球，透明的心事在出走，无声的漂浮着在你的左右。当我渐渐靠近你，吹来轻盈微的小微风，我指尖经过你袖口，换成了一场暗恋环游。能不能再多看你一眼，让心动头一秒时间。多么奇怪我的视线总是围绕你兜着圈，手止不住的吹月，想等晴空来临的初雪，等着你的出现。对着床头那个狐狸玩偶，交换的秘密瞒了好久，他不说，就让这故事有所保留。当我渐渐靠近你，吹来轻盈的小微风。哥哥一个人在这边，所以听你哥哥说你要过来读大学的事情，我很开心。
他怎么会是一个人在这边？他家不是就在颐和吗？而且他女朋友呢？以后如果这么晚回学校，找个人陪你一块儿回。他给你发什么了？哎，给我看看。他没说什么呀。哎呀，有什么是不能跟202宿舍女子天团分享的吗？这确实是有一个事情啊，不过那个不是我的事儿。是我有一个朋友。朋友，就是我这个朋友，他小的时候喜欢他哥哥的朋友，后来他哥哥的这个朋友谈恋爱了，然后他就放弃了。但是最近他们又遇见了，所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哥哥的朋友，那他多大呀？大学毕业2年。那差不多也就24。啊，做什么工作的？听我哥说是一个做游戏研发的程序员。游戏研发？我专业呀。对啊，于信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游戏叫《一梦江湖》？一梦啊，一梦是今年最火的游戏了，而且现在正在。哎呀，你不玩游戏，我必须得给你安利一下。这个游戏可以说是今年最火爆的手游，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还是剧情设计，都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，可以吗？你哥做的。哦。哇，那你这哥可以。哎呀，等，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他现在有没有女朋友？对，有吗？应该没有。应该？你这个朋友还喜欢他？不算喜欢吧。不算喜欢吧？那这事就简单了呀，喜欢就追，不喜欢就当个普通朋友，没事聊聊天，有什么好纠结的？不然你这个朋友他在纠结什么？他在纠结那个哥哥是不是一直都只是把他当妹妹。你这个朋友喜欢那个哥哥的时候是多大？高中的时候。那很正常啊，那个时候你还小，如果他喜欢那个时候的你，那他才有问题。先别打岔。哎，桑桑，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男的。长得帅。长得很帅。成绩好。说话性格很有趣，就什么？很有魅力，又帅又有魅力。那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？他跟我哥好，老来家里就熟了。哎呀，那照你这个描述的话，他是肯定有女朋友的。就是，没错了。姐，